姥说过，偷看女孩子洗澡的男人都是坏男人，是淫贼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到这里来？逍遥，逍遥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看我的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是灵儿啊，逍遥哥哥，等了十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忘了，杜仇，你十年前就见过面呐。Thank you.
傻瓜。